儿臣给皇额娘请安。嗯，皇嫂万安。柳梳长公主安。坐吧，谢皇额娘。 皇额娘，天气燥热，儿臣给皇额娘准备了燕窝雪梨爽，还请皇额娘一尝。难为皇后的一番心。哀家心里火烧火燎的，再好的东西也吃不下。皇额娘牵挂端淑长公主，皇上和儿臣的心思也是一样的。皇上这几日在勤政殿议事。 议的就是准噶尔之事。准噶尔之事有什么可在意的？达瓦齐拥兵自立，杀害额驸，乃是乱臣贼子。怎的，皇帝不早早的下令出兵平定准噶尔内乱？儿臣身在后宫，怎敢智慧前朝政事啊？哼，后宫不得干政。嗯，好啊。 你是国母，是皇后，哀家不与你谈政事，那就谈家事，如何？儿臣洗耳恭听。横绰乃哀家长女，先前下嫁蒙古，是为国事，哀家心里再不舍，也不能阻止。可如今，横绰丧夫。 哀家只是想把自己已够悲苦的女儿接回宫中，安度余生。哀家的这点为母之心，皇后啊，你能懂得的。儿臣懂得，儿臣也以为人母，懂得皇额娘此心。皇额娘只是想与皇兄说句母子话，这个心愿，也请皇嫂。 能够带给皇兄。皇额娘的意思，儿臣明白了。皇上，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，要不要喝点甜汤垫一垫？嘴里发苦。 吃不下。那画着圈的，是准噶尔部和韩部。嗯，韩部与达瓦齐亲近，若是我韩部暗中支持，达瓦齐没那么快就兵变夺权。若是朕打准噶尔，韩部出兵相助的话。 那皇上要打这一仗吗？这一入夏，江南各处就报水患，这修堤赈灾，都要花银两，哪还经得起这战事啊？更担不起准噶尔和韩部两处的战火。端淑长公主再嫁之事，皇上忧心，皇额娘也是。这与其两相里互相猜测，倒不如把心里的话说个明白。皇娘来找你了。嗯。朕的心里为难，不想见皇娘。心里为难，是皇上已经拿定了主意了。 朕能和前朝大臣说的事儿，也不怕跟皇额娘坦白。若皇额娘比前朝大臣知道的还晚，那就有违了皇上仁孝治天下的本意了。但若是朕说出的话难听呢？只要是真心的话就好。
皇上啊，淑妃来恳请臣妾接十阿哥回宫。淑妃也来求你了。淑妃对皇上是真心真意的，所以格外在意这个孩子。真是怕朕与这个孩子相克，伤着了这孩子。皇上还是在意十阿哥的，所以才会这般担忧。其实天象之说总有虚处，未必成真，可是母子连心却是实实在在的，还恳请皇上能允了淑妃的请求。真是个阿玛，虽在意天象之说，但又盼着孩子平安。好吧，你让淑妃把十阿哥接回来照顾吧。谢皇上。别烦了。马车已备好，会直接送你到贤亲王府上。皇后娘娘也已经命了太医，一早就在春雨书和馆外候着。金宝会和你一起去，你别担心。等到十阿哥回到你身边，一定很快可以好起来的。多谢姐姐安排，我一定会把十阿哥接回来的。嗯，快去吧。刚泡好的碧螺春，皇帝，喝口茶再说话吧。皇娘，儿子来是为了达瓦齐求取横出妹妹之事。皇帝既然开门见山，那哀家就直问了，这件事皇帝打算怎么做？横出妹妹尚年轻，儿子认为她不该孤老终身。达瓦齐骁勇善战，有勇有谋，是个可依附的人选。皇帝，皇娘，要是国库充盈，朕会摊开手，不顾一切的去平定准噶尔。但如今水患连绵，贪官祸国，局势未定，的确不是用兵之事啊。横戳妹妹委屈，朕的心里也是苦啊。当年为保社稷安定，哀家心里再不舍，也只能让横戳远嫁准噶尔。可如今他夫君已死，皇帝身为兄长，不接回身处内乱之中的妹妹，还要他再度远嫁，还嫁于杀他夫君的仇人，这置皇家的颜面于何地啊？身为公主，婚嫁只为保社稷安宁。咱们满洲也有再嫁的习俗，当年董鄂氏也是再嫁顺治爷才成为皇贵妃的呀。彼时大清刚刚入关，未顺民俗，如今大清建国百年，难道还要学关外那些未开化之时的遗俗，让百姓们在背后嘲笑我们还是未开化的模样，睡在京城的地界上还留着满洲地窖的习气吗？朕也想淫秽妹妹，
可如今达瓦齐在准噶尔深得民心，得亲贵的拥戴，他已暗中和边地罕部勾结，若是贸然出兵，逼急了他们联手出击，会成为心腹大患呢。所以你要女人换你江山安定，江山为要，你嫡亲妹妹就可以弃之不顾吗？你果然是个好皇帝，好皇帝啊。皇娘的指责，儿子无话可说。可皇娘想想，如今横戳妹妹被软禁在准噶尔，若是咱们贸然用兵，惹急了达瓦齐，以致恼羞成怒，毁了横戳妹妹的名节，甚至把她给杀了，那又当如何呢？你是皇帝，大可以对达瓦齐虚与委蛇，或安抚，或和谈，让他们暂且放下戒心。无论如何，哀家要横戳立刻平安回来，不能在那危险之地待着。达瓦齐不蠢呐，如今横戳妹妹是他手中重要的棋子，他不会轻易放走的。如要安抚他，只有答应他的请求。那就派兵，除了这个昼夜之患，夺回横戳呀。那更是万万不可啊，皇额娘。若是开战咱们赢了，达瓦齐会拿横戳妹妹泄愤，若是咱们输了，他更会拿横戳妹妹要挟我们，不到赔银赔地他是不会罢休的。所以啊，你还是怕达瓦齐要用横戳来要挟你，让你付出其他的东西吧。如今你不费一兵一卒就换回准噶尔的安宁，你自然是肯的。这可怜劲儿的，这宫里的女人即便贵为公主，也逃不出受人摆布的命运。皇额娘，孝贤皇后是朕的发妻，当年蒙古求娶和亲公主，她也是小以大义啊。皇帝有这样的贤妻，真是皇帝的好福气。哀家无用，一辈子只得了两个公主，也帮不了你皇帝千秋江山多少。如今皇后再度遇袭，若得个公主多好，以后可以为你远嫁边地，安宁江山胜过你的百万雄兵啊。皇娘，皇娘息怒，儿子只希望皇娘明白，您是大清的皇太后，一切要以国事为重。这就是当年哀家选的好儿子，好皇帝啊。奴婢恭送皇上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起来。你怎么来了？皇上拜见皇额娘，臣妾放心不下呀。朕想和你说说话。嗯。横戳是朕的妹妹，幼时相伴，兄妹情深。可这些征战沙场的将士，何尝不是母亲的爱子，家中的兄弟？他们何尝不是用自己的性命守护着大好河山？朕没办法，如果牺牲一个公主的婚姻能让大清的男儿少些抛头颅洒热血，少些无谓的牺牲，那么朕也只能这么做了。皇上确实有皇上的难处。
我想，朕不会原谅朕了。从旁的地方尽孝，总能弥补一二的。难了，朕总是血亲元宝，孤家寡人。不是还有臣妾呢吗？